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我所知道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嗯。你相信我？虽然你是杀手，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。哼。谢谢。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。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。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，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。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，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。元芳，元芳。
叔父，您怎么了？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，闪灵和那个假法能都不是真正的刺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张环、李朗、杨方人阔，在，立刻将千宁卫布置在正殿的房梁之上。是。是。大将军在，皇帝马上就要到了，请你将千宁卫密布在寺中的各个角落，尤其是这正殿，更要严加看护，万万不可疏于。请阁老放心。嗯。怎么了，叔父？下天恩。方丈大师也是。我应臣狄仁杰恭迎圣驾。我说五谷排班之时不见你到场，原来是先到了寒光寺。是，臣昨夜便来到寺中。却是为何？这寒光寺中除了迎驾的僧侣，恐怕还有几条小蛇。嗯。哦，已经找到了两条，恐怕还有。又是蛇灵。正是。昨夜为何不报？臣昨夜赶到上阳宫，可陛下已然安寝，卫士不敢唤醒。该杀！陛下，卫士无罪。事关天子威仪、朝廷尊严，此事一旦处置失当，会贻笑天下。臣明白。嗯。你这个老家伙。
你已经有了办法，对吗？支撑着陛下也。就请陛下暂不要到正殿进香，先到偏殿略事休息。哎，皇上到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头有点晕。嗨，一宿没合眼了，也难怪。李郎，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，这儿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不用，打铁的出身哪有那么娇贵啊。嗨，哎，我说你就别死撑了，快下去休息一下吧。上面巴掌大的地方一只眼就看过来了，还用得着两个人？快去吧。我这胸口不知怎的翻搅不停啊。那我就下去了。哎，去吧。脸都白了还硬挺。圣上驾到。你们那里怎么样？正常。这边呢？正常。皇帝已出偏殿，马上就到，大家打起精神。是。张环，上面没问题吧？进香。陛下，为首殆尽，臣遵旨。臣狄仁杰今替太子为首殆尽，先谢陛下万世圣明之君。内教黎庶至州县，外合戎夷定边河，兴水利，重农桑，务屯垦，积善良，使公私仓廪丰实，民生富足。后汉太子承先皇之志，继圣母大任，理天下，复神器，弃酒色，勿自肥，立大志，亲贤远佞，果敢断权，上不负皇帝信托之恩，下不负重臣黎庶殷切之望。
华英，臣在。朕要到偏殿略事休息。有刺客！此狼奔赤突，成何体统？身为人臣，礼仪何在？尊严何在？虽然事发突然，诸位也该镇定才是。现在刺客已经逃走，不必惊慌。千牛卫何在？在。马上保护各位大人及僧侣退出大殿。是。哎，请跟我来。马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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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众军，迅速把守寺中各门户及进出之路，不敢擅自出入者一概格杀。是。羽林卫、鲍涛卫麾下各军，由各位大将军督帅，在寺中严查刺客下落，还乎懈怠者严惩不贷。是。你去看看张环怎么样了？是。张环，张环，啊！有刺客，有刺客！好了，刺客都走了。那我，你被人打晕了，还好捡了条命。哎，我真他妈没用。大人，放心，他没事。好，慢点，慢真悬呐！如果没有狄阁老，我这脑袋就要搬家了。大将军，你不是不相信寺内有刺客吗？真是惭愧，今天多亏如燕姑娘。哎呀，闷死我了！如燕姑娘，我真是佩服你，你假扮的皇帝太像了。你刚戴上面具那会儿，连我都恍惚了一下。时间太仓促了，材料也不对，其实破绽很多。只是闪灵对皇帝不熟，又躲在房梁上，这才勉强过关。不过啊，这个破东西可把我给闷坏了，闪灵要是再不动手，我自己就要把它接下来了。啊，阁老，师父，如燕，阁老，哦，大将军，目前寺院各处已被众军严密把守，而且现在是白天，凶手定然不敢贸然现身逃遁，我想他一定还藏身在寺中，而龙武、羽林、鲍涛三位的军士都是野战出身，不善排查，一旦出现了破绽，
凶手定会趁机潜逃。嗯，不错。所以你现在马上率领牵牛卫到前三进庭院中监督重金搜查。是，末将马上就去。嗯，如燕呐，开门。好啊，啊，你做得太好了。没有想到你在蛇灵学到的这一手易容之术竟然救了皇帝的性命。啊，叔父，那还不是您想出来的计策吗？哎呀，时间紧迫，除此之外别无善法。可叔父，我假扮皇帝穿着他的衣服，他不会生气吧？当然不会，皇帝不止这一件衣服。臣叩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哦，好俊的丫头啊，怀英，这就是你的侄女如燕。正是。怎么样，丫头，扮皇帝好玩吗？啊，回陛下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不能哭，不能笑，还总是板着脸跟一群大男人打交道。哎，如燕，不和心口开河。好，说得好。如燕，今日救驾，你不但救了朕的性命，也救了自己的性命。啊，陛下，臣怀英，你没有侄女，这个如燕其实是蛇灵属下的杀手，真名叫苏显儿。朕说的不错吧？回陛下，臣正是苏显儿。怀英啊，臣在崇州案后，朕一直等着你将此事回奏。然而，你似乎并没有要将真情揭破的意思。陛下，是臣处事不当，请陛下责罚。要责罚就用不着等到今天了。朕知道，你这样做是为了继续追查蛇灵的下落。陛下明鉴。不过，怀英，今后行事，还是要加上几分小心。否则一旦为宁人所用，你我君臣将会不欢而散。是。这样吧，朕正式赐你名为狄氏如燕，从今儿起那个蛇灵的杀手苏显儿就不存在了。谢陛下天恩。怀英啊，臣在。如燕救驾有功，功在社稷，回去后传旨吏部蓄意供封。是。哎呀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这群逆贼竟然如此丧心病狂。进寺之时你对朕说起此事，朕还将信将疑，想不到刺客还真来了。陛下，据臣对蛇灵逆党的了解，刺驾只是刚刚开始，后面还会有连环相套的毒计。怀英啊，崇州案后你奉旨查查蛇灵逆党，到今日有何收获呀？陛下，蛇灵逆党属下行动十分缜密，他们不动起来我们很难抓到狐狸尾巴。可今天既然他们已经动起来了，臣想离结束就为期不远了。但愿如此吧。陛下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臣已安排龙武卫在寺院的侧门等候，请陛下立刻起驾回宫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？首先，我想提醒你，反抗是没有用的，放下武器。非常好，我们出去吧。你想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请桓将军陪我出寺。放开桓大将军，我放你出寺。哼，我会相信你吗？嗯，上剑。放开大将军，动手吧。有桓大将军陪我同死，在下冗余滑滚。孙将军别管我，命众军放箭。快呀，孙将军，命众军放箭。孙将军，孙将军，你即使放他出寺，他也一定会杀死我，左右是个死，别再犹豫了，快放箭，放箭。桓大将军，你就省省了，让孙将军自己好好想想。孙将军，你放了刺客如何向皇帝交代？你别再犹豫了，快快放箭，放箭呐、啊！快，快放箭，放箭！住手！更老，嗯。哎，叔父，你千万不能过去，他是闪灵啊！大人别过去，危险！大人千万别靠近，快回去，回去！放心吧，保护大人。中军退开。大人，此乃凶叛之极，你千万别过来。孙将军，你快领众人放箭呐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快回去！大人，我求你了，你赶快退回去，退回去！大人，我求你了。韩大将军，镇静。一定要保持镇静，让我和他谈一谈。啊！在这个时候，敢走到我面前的人，一定是狄仁杰。准确的判断。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知道你是谁。是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把刀从桓大将军的脖子上拿开，架到我的颈上。我想，挟持一个宰相，总比挟持一个大将军要好得多。大人，快闪开！啊！他太吵了。我想，他应该不要紧吧。放心吧，不会有内伤。你在这个时候走过来，一定是有话要和我说吧？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。我看好了一条退路，你愿意陪我走到那儿吗？也许在那儿我们可以聊一聊。好吧，但是你一定要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。立刻放开狄阁老。走吧。上，
如燕姑娘，万一上了阁老，那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张环，吕元芳呢？不知道啊，今天早晨追刺客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这个大棒槌，关键时刻他偏偏不回来。你想和我说什么？我该说你是刺客呢，还是功臣？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会屡战屡败。狄公之能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竟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，天下仅此一人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不知道。也许这样做是最大的错误，也许是正确的，谁知道呢？我这一生中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。可这一次，你至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也许吧。他们在说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叔父也真是，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聊天。我想知道，他们为什么要出卖你？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情。如果你得到了答案，告诉我好吗？哼，如果你想知道，哼，那好，我们就一言为定。嗯。哦，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有必要知道吗？叫我闪灵，不就很好吗？我只是好奇。这个送给你，就算是给你的回答吧。谢谢你。哦，为什么要谢我？哼，我知道你走过来就是想放我走。孙将军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，狄阁老在他手里，咱们是投鼠忌器。你才是鼠呢。嗨，这个节骨眼你就别挑词了，赶快想个办法吧。哎，我这脑子真够笨的，越着急越想不出主意来。真是条好退路啊。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该走了。多谢。哦，等等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你们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会的，谢谢。哎，你们看，李将军！太好了，李元芳就是李元芳，我明白了，他一直在暗中跟踪，到关键的时候才出手。哎，你刚才不还说李将军是个棒槌吗？去，你才是棒槌。人家刚才不是着急吗？如燕姑娘，咱们冲过去擒拿刺客，将阁老夺回来。不急，有李元芳在，料也无妨。好一个脱身之术啊！用另一人将我引开，自己返回寺中行刺。元芳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大人，寺中刚闹起来，我就赶回来了。当时众军正在查找刺客的下落，我便暗中观察。此人的藏身之术实在是精绝，于是我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，直到你们两个人说话，我才顺着回廊顶部的梁柱绕了过来。我终于发现，你比我还难对付。
我现在想知道，你还能怎样使用忍术，从我的剑下逃走？忍术是一种藏身的技巧，并不是妖术。对于你这样的人，只能用一次。元芳，放他走。什么？大人，他是刺客。我说放他走。可一旦圣上问起，我们怎么交代啊？你放心，我会向他解释的。你走吧。谢谢。六爷房在肯定没事。刺客逃走了。狄怀英，你为什么要将刺客放走？回陛下，微臣并没有放走刺客。真正的刺客是自己逃走的。你大胆狄仁杰，朕容你自行其事，违逆圣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从几年前幽州案的李青霞、虎静辉，到崇州案中的苏显儿，桩桩件件你都是瞒天过海，阳奉阴违，然朕从未追究。而此次你竟将刺杀朕宫的逆贼放走，令其逍遥法外，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陛下，破案之道乃是遇软而切，遇硬则弯，只能是蜿蜒曲折地向前进展，绝不可能直通到底，更不能被愤怒和仇恨冲昏了头脑。你这是公然讽刺一声吗？陛下，狄公英明睿智，极富推理能力，我想他此举定有深意。哼，什么定有深意？陛下，臣以为狄仁杰定与刺驾的凶手关系非同寻常，这才私自买放凶手，隐藏真情，令此事不得大白于天下。那么狄公今早为何又在寒光寺中救驾呢？这是他另有阴谋。哦，狄公的阴谋看来梁王是知道的。我那就请你说给大家听听吧。这我怎么会知道？既然梁王不知，又何以言辞凿凿说狄公另有阴谋呢？你好了，狄仁杰，朕给你三天时间，三天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，否则你就准备在大牢里过你的后半辈子。回陛下，微臣无能，无法在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，请陛下现在就治臣之罪。你这是公然抗旨吗？臣不敢，只是食言而已。来人呢？在。把狄仁杰给我拿下。这，请陛下息怒。陛下，知此案始末者只臣一人，拿了微臣，此案恐怕再无告破之日。你这是威胁于朕吗？狄仁杰，你也太狂妄了，难道没有你就无人能破此案吗？陛下，臣看这样吧，就将此案交与梁王来审理。梁王者大才也，头脑清澈，才为事出，乃是最合适的人选。狄公所言极是，请陛下将此案交与梁王，那才是人尽其才呀。够了够了够了，你们一唱一和，以为朕可欺不成？陛下言辞凿凿说微臣买放凶手，不知臣买放的是哪一个凶手？你竟敢在朕的面前公然抵赖！看来狄阁老是无话可说了吧。好啊，梁王又知道了，那就请梁王为我描述一下凶手的形貌长相吧。我又不在现场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哼，
那你怎么知道我无话可说了呢？你实在是强词夺理。还是那句话，陛下，您以为臣放走的那个人就是刺驾的凶手？狄仁杰，祸到临头，你就是解释。闭嘴！是，是。怀英，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？刚刚陛下说让臣抓凶手，可是臣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，又到哪里去抓呢？难道说你放走的那个人？陛下，臣绘制了一幅现场图，不知陛下是否愿意看一看？呈上来。是这样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